你干嘛呀？开播你跟，虽然说祝你吃吃啊，哥哥。是高一点好看。这车舞蹈，这车舞蹈。你这边自己没看吗？感谢观众。发育它天蝎光子，那是自然。不漂亮你也上不到我直播间呢，哥哥，你说对不对？欢迎江青。就一台呀，另外一个就是用来看你们公屏上的信息。不冷哦，我觉得我穿裤子不好看，穿裙子才好看。那是自然，要不要上个车车啊，哥哥？这车舞蹈，这车舞蹈。我们把这张点到三天、两天，大家跳舞的、这个，好干啥？不喜欢，我喜欢人狠话不多类型，有啊，但是我不想穿，我觉得这样会很累。舞蹈在戏院当你啊，哥哥。戏院当有舞蹈，车车有舞蹈。车车有舞蹈。这个宵夜别吃了，兄弟。感谢关注，喜欢抓住一些人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进直播间，哥哥们，咱们一个车车。咱们一个小单车。来个小班车舞蹈哦，感谢关注。你那是哪呀？别光说不练了、哦。感谢点赞，我在这么着你。谢谢关注。喜欢说祝你幸运的啊，哥哥。欢迎开朗的网友哥。把它再往上点一点呢，喜欢多点关注。
们一个小车车，这车舞蹈哥哥，把站里的脸提的往后张，把站里的脸听给大家来踩一起了，车车幸运单哥哥，准备小单车，眼睛再往后睁一睁呢，对呀、啊，一台就好，一台就好，接下来就是不要墨迹，不要墨迹，咱们心愿的哥哥，我们心愿灯，欢迎小特。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哥哥们，欢迎海风哥，感谢送的小车车，不错啦。关注那个小助理，然后找到他之后，直接点开作品看评论就能找到我。主动找我哈，不要等我回复，回复不了。没人约哦，没人呢，我想有人呢。欢迎小陈，看你的新粉丝。你先加粉丝团、他给你作品点赞评论了，咱们还有要上车车的吗？感谢关注。漂亮漂亮加团了。感谢大车车，感谢我们家哥哥，退出去找到了一个静静小助理，找到他之后点开作品看评论，跳舞啊，跳舞可以呀、你看我跳舞会这么简单吗？可以呀、可以呀、跳舞可以呀、
你看，你是想让我站在自己单车上跳，还是站在跑车上跳？看你了，我都可以，关注了。广州的，听到我不好吗？听到我不好吗？把账点到2000，你到往后站，哥哥，你到来个才艺走秀，有车车的，我们赶紧的，哥哥。我们注意新闻。你抱得动吗，小哥？抱不动啊，对吧？你上个班呢，就知道了，是吧？什么叫等一下？我已经关注你了，好吧？叫那个亲亲小助理啦。点开作品，怎么中断了呢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不到？为什么你那个要中断？点开作品，看评论。广州的，只不过是广州的。广州人吧，感谢关注，有多漂亮！欢迎平安哥。欢迎小星星直播间哥哥们，感谢关注。咱们还有要这里车车的吗？这车舞蹈，哥哥，这车舞蹈，什么录像？这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3:59，没有录像。没有录像，感谢车车，
你关注那个轻轻小重量，你关注那个轻轻小重量，那个板凳，嗯，关注它了，直接去找它，点开它作品，看评论，知道吧？还有要上车车的哥哥吗？在跳舞蹈，你看。感谢点赞。那也是明天。我的这是第一题。欢迎半支烟。欢迎索心进直播间哥哥们，感谢点赞哦，车车哥哥，信任灯。什么也，你要帮我点亮掌本吗？怎么一个车车啊？关注你了，我用管理号关注你的。
还有喵声版的哥哥，咱们车车舞蹈哥哥，欢迎加团，加团哥哥直接祝你车车啊，这是精彩舞蹈。欢迎加团，喜欢抓住那些单哦。咱们吃车啊，哥哥。感谢关注。找到我了没有？怎么那么便宜？感谢点赞哦！喜欢做出一些人，喜欢做出一些面吗？对的，单身，单身。听到我说话吗？点开作品看评论。嗯，单身啊，哥哥，嘿，骗你家大米啦？啊？不瞧你说的。感谢点赞，欢迎小飞，这么神奇，可以啊，你上个版的酒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酒多好。
说中音车车啊跟赶车车舞法。欢迎随风哥。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哥哥们。感谢关注。把这里那两瓶给大家站起来了，给大家往后站了。把这上来的底，欢迎第三个。没有考题，就是一个业余的兴趣爱好。没有专门去学，所以没有考题。谢谢关注。咱们还有要上车车的吗？车车舞蹈，哥哥，车车舞蹈。你上个版型吗？你上个车呀，如你所愿。你上个车如你所愿，哥哥。谢谢点赞，感谢上车车退出直播间哈。听好了，你关注那个静静小助理，找到他之后直接点开他作品看评论，好吧？机灵一点，加粉丝团呗。你下午好啥呀？不是叫你。
反正暂时不得。看了舞蹈啊，我看了舞蹈。我不诚实，感谢关注哦！咖啡是还有天蝎点赞。真正的身体，咱们还有要注意吃车的吗？吃吃舞蹈，哥哥，吃吃精彩舞蹈，好看好看，很好看的舞蹈。感谢关注。耳朵迷人，那是耳朵迷人。上个榜的时候也跟舞蹈有这一团，谢谢关注。会搞一个一个，不用说一个，加上了就好了。感谢关注哦。你好呀。上个榜啦，随风漂流，祝你幸运单啦、啊！
对的，随风而飘零，这样生活就好了。你不上班肯定无聊透顶，对吧？欢迎下雨天。上板啦，可以呀，随风，不错哟，怎么不错？哪里不错？刚吃完饭，哥哥，我这刚吃完饭。还有没有想吃吃的，哥哥？吃吃卤的。前桌这里车车哦，咱们车车打哥哥。感谢关注。这么卡，感谢关注。全州最先人，欢迎金宇哥。欢迎中途，感谢关注。好的，再往上点一点呢。你好，摇篮的糊涂。还有没有上车车的？车车舞蹈那个，我们车车舞蹈是的，123，直接上班就好了。嘿，都站了很久了。
嗯哼，是的呀。感谢关注，坐下来干啥？怎么吃车？不热啊，房间开着空调呢。没穿鞋。咱们车车啊，哥哥，车车舞蹈，把赞赞点到2000的，来个才艺秀啊！感谢关注。打给谁？天呐。还有要上车车的哥哥吗？这也不算吧。车舞蹈，什么哪有哪有什么？那就速度啊，磨磨唧唧的。行，主要助力车车。咱们车车舞蹈啊，哥哥，谢谢点赞。下午好，行，主要助力车车哦。
欢迎家具。这什么少少什么？什么明星？看什么明星？嗯，你像一个什么明星？随便你，叫大妈也行，你喜欢就好。感谢关注。还有要送车车的吗？咱们车车舞蹈哦。你叫车车。经常舞蹈，随便你。嗯，小圆桌，祝你车车啊。没让你喜欢，不用喜欢我呀。我的存在也不是说要让你喜欢呢，对吧？不喜欢就不喜欢呗。咱们还有没有上车车的？咱们车车舞蹈，因为车车精彩舞蹈。车车有舞蹈啊。在车有舞蹈，
什么什么意思？这心愿单呢，心愿舞蹈啊，还能有啥意思？这都看不懂吗？这个，这都看不懂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就车车舞蹈，想安卓直接上车啊，哥哥，直接上车。欢迎新宗哥。听雨，你的那个收不到，懂了没？你要主动找我，好吧？你的那个收不到，你给我发的那个不存在，听懂了吗？有舞蹈，你退出去，我给你发语音了。你给我发的用户不存在，你不知道的吗？你说呢？我打开了呀。你直接点开我作品看评论，好吧？不会找就算了，就别玩了。咱们还有没有上车车的？车车舞蹈。感谢关注。没一个车车啊，不要送小可爱了，没意思。要送就送点实际的，不要老送一些没意思的东西。来来来，去了，那去了，那去了，
你说呢？哎呀，没有上车车了。欢迎阿成。嗯，咱们还有没有要上车车的哥哥啊？咱们车车舞蹈。